想来跟我看，你看，这个烟斗的青春少年侠，就是我啦。这是伫阮台湾的庙边，啊，即马坐咧庙前的水果女娃咧，就是阮阿妈。啥？你问阮阿妈，即平常时咧创啥？平常时哦，就是无聊，就是吃糜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伊的兴趣咧是签毛啊，伊的头脑咧是签毛啊，伊无聊时阵咧就是咧签毛啊。啊，本来我是甲阮阿妈讲讲，想讲得来做了替代医疗，要来去绿青找头路。但是自从伫工作做了替代医疗，我才知影阮家老了来，少年人真少。为什么要安尼讲呢？我即摆伫工作做工课时阵。看到来来去去办代志的人，拢是一堆老婆婆。只有伫咧办理一寡补助的时阵，才看到少年人。嗯，安尼，让我搁较想要转来。我自从倒来公所做替代医疗，我重新思考我甲这片土地的关系。虽然大家拢讲公所替代伊做凉的，凉到敢若冰冻大冰水同款。但是你真正伫咧家己的家乡，接触到即挂基层的业务，你才会发现原来家己的家乡是偌尼啊需要少年人伫来斗相共。你看即挂鱼池啊，伫遮饲鱼仔的人，拢是阮顶一代，拢是阮顶一代的人。有偌侪少年人愿意转来？虽然工作真无闲。做侪代志会互你做甲足压榨，但是我感觉我真介意替代伊即个工作，因为伊互我更加熟悉我的家乡，我成长的所在，嘛会当帮助到搁较侪需要斗相共的人。对我来讲，这才是真正替代伊的精神。我是徐浩如，我是替代役，向前行。